喂 ，Hello， 係啊，唔好意思，要攝咗足球少少少時間先。百二萬推介嘛？今日咧新 Apps 介紹好耐冇，好耐冇新 Apps 介紹啦。百二萬推介，今日就受人錢財，替人消災，120万嘅題目，我哋有入 game 先。我嚟啊，有入 game 先，靚啊 ，OK 嗱。今日咧呢只 game 嗱，史丹咧咁啊，廢話講完，因為史丹咧就對於一啲嘅守城防塔 game 咧。其實就一定喜愛嘅，呢、這個就唔係新鮮，即係策略智慧型啦，係啊，即係智略嘅策略型，係啊，好嘅。冇乜智慧型。咁因為史丹就成日都講過啦，呢五年來你有睇史丹就知啊，史丹咧係逢親塔防 game 都會玩嘅 ，OK， 無論佢係中國製、意大利製定法國製 ，OK， 嗱咁咧呢一個 game 咧就係近排推出，咁就係亦都唔怕話俾大家聽。呢、這個咧係我哋一個行業內朋友嘅一個嘅產品嚟嘅，咁就希望咧，希望將呢只遊戲就介紹俾大家。OK， 咁啊，亦都史丹就義不容辭。我哋整翻，我哋又整翻只咯，屎塔守護者。屎塔守護者。冇得諗，咪你咯。佢而家咪仲緊咯。即係好急嗰、那個屎塔喺嗰度。我哋屎塔呢幾日做咗啦。我哋個城就係個屎忽。你中間屎塔唔俾佢入嚟，跟住就屙啲屎出嚟。佢中間賴咗你就贏啦。跟住大忌有屙尿。對面都是屎忽，即是衝刺調轉嚟玩，衝刺揾廁所啊嘛，整翻出嚟 ，OK， 嚟啊，嗱咁玩玩啦，因為咧，斯丹你見到斯丹出咗片噶啦，咁其實咧呢只 game 咧。我自己咁講啦，其實而家大陸嘅畫風咧，亦都講過好多次噶啦。史丹亦都成日，我唔會因為大陸 Make in China 咧，就通常判佢死刑先嘅。因為咧，你要明白咧，其實我唔好講遊戲先，其實可能喺啲創作界或者漫畫界咧，或者畫嘢方面咧，其實大陸而家好多嘢都唔差嘅。我記得呢個係事實嚟嘅，呢個係事實嚟嘅，係啦。咁但係你話，但係你話，係啊。但係你話佢，你話佢係咪即係一定要粗製濫造咧？其實一定唔係嘅，因為史丹就咁睇個樣唔似大陸 game 喎。係唔似嘅咁啊！但係你話，因為有好多 friend 就即係覺得大陸 game 對咗大陸做嘅，其實一定有一定抗拒性嘅。咁呢個我成日喺咁多個新 apps 教授裏邊咧都講過，千祈唔好。咁如果唔係，你做你會 miss 咗好多好嘅遊戲，勾打沉曬所有善嘅人。冇錯冇錯，係啦。咁呢只 game 咧咁啊，佢哋依間公司，佢哋即係依間公司佢自己嘅我 friend 公司啦，叫做即係嘔心瀝血之作嚟嘅，係啦。咁而我自己覺得咧都唔差，係啊。以塔防 game 嚟講咧，抽嘅未啊？抽咗啦，係啊，因為佢好送好多石嘅啲禮牌㗎啦，係啦。咁依家打一場塔防俾大家睇下，咁啊，大家有興趣可以玩下塔防 game 啦。因為你知道近年冇話近年啦，呢兩三個月其實。或者半年咧，基本上都係以主流 MMORPG 武俠啦，冇噶乜嘢啦為大前提嘅，即係好輕鬆贏咗咯。依年就幾少嘅，係啦，咁啊，所以熱潮過咗啦。係啊，佢而家有塔防 game， 我成日不妨玩下，我自己都咁意思。咁啊，我睇睇先啊。玩得最興奮咪奶奶 Ranger 咯。耐力係啦 ，Ranger 都唔差。史蘇個腳頭幾勁 ，KSB 啊嘛，即係初級啫。OK 嗱，咁啊基本塔防 game 嗱，佢呢度理論上有玩塔防 game 就知啦，有 wave 啦，出有咩英雄你可以調動啦，係啦，我得四隻嘅啫。OK 係啦，咁啊睇睇嗱，俾你睇下佢哋嘅點解話佢哋有心做咧？你見到佢哋咧佢即係唔係讚賣花讚花香啦，而係你見到佢哋嘅 frame 數或者見到佢啲技能咧係做得好足嘅畫面。OK 嗱，俾應間坐嘅人你睇下先。OK。至少好過啲某啲大品牌，淨係攞個 IP 出嚟鳩整嗰啲遊戲，係啦，即係我費事得罪人啦，係咪先？你要明白嘅 ，LOL 好多 game 都係攞咗佢個殼嚟咧，用嚟做塔防 game 噶嘛，係啊，唔成功啊，有啲係鳩做到不得了。OK 嗱，佢呢只幾得意㗎真。嗱，佢有好多嗱，因為咧見到有盾噶嘛。有盾即係話俾啲士兵喺防守狀態咧，魔法係打唔到嘅。OK， 咁所以咧，我只能夠打其他咁啊。我都係出奇。我出奇咁啊，譬如咁啊，我係呢只 sniper 嚟嘅，咁就可以一擊必殺任何一隻嘢。地圖炮。OK， 地圖炮。咁啊，嗱，我只呢只格里芬啦，龍捲風，靚過。哇！勁過火夜龍馬一個。係啊，呢、這個係三倍速。三倍速龍捲風。三倍啦。仲未去到條女度喎。獨角獸。嗱呢個嗱唔打得嘅，咁就你可以揀取消。係啊，但係點？取消是拉上得噶啦，多方面好，系都幾咩嘅嗱，因為佢係持續風暴傷害就可以咁拉咯。合作我可以係咁放技嘅。係啊，可以係唔係咁？你要因為你要基本塔防 game， 你就係殺咗隻兵就會增加你嗰個 CD 值，唔係減少 CD 值。咁你越殺得多，咪越可以 CD 快咯。嗱，通常呢啲咁，因為佢我呢只係槍手咧，一擊必殺咧，我就打一啲黐撚線嗰啲，譬如呢啲行得快嗰啲嘅。
係啦，哎呀，撲街啦，你話，誒，冷靜，靚波，仲有個守住嗱，呢個係黃嚟嘅呢只，下邊個烏龍搞佢唔掂喎，哇，呢只跑得好快，睇住嘢跑九廿一喎，得個 miss 咗啊，咁個嘢，要大釘。冇辦法啦，一定要 damn 嘅啦！啊，唔係難打嘅，因為咧難打嘅，難打嘅。第幾關？呢個我係越級挑戰嘅，因為我乜嘢，我係乜嘢都未升，就只可以打呢只。係 OK， 我想試下俾大家睇。唔得，你見到畫面。但睇落去幾 user friendly 嘅。係 OK 嘅，係啦，因為佢擋嗰時彈到嘅喎。佢擋嗰時會減速咯，係啦。咁嗱，呢只就廢咗噶啦，其實呢啲係廢咗噶啦。咁我死啦，咁佢等死啦，唔緊要，三打死，殺得死都好。處理到勝利，勝利，但可惜啊，攞唔到三星，攞唔到三星，抽抽嘢先啦，因為啱啱又免費，本次免費。嗱，佢咧佢好得意，嗱佢好老實嘅喎，有幾老實先？係啊，佢個鋪鋪就冇啊 ，S S 係啊 ，S S 得一隻嘅啫喎 ，OK， 即係你要拆手抽咧，好明確嘅喎，永遠都係一隻啊，即係你唔同嗰啲其他開機一開局嘅時候咧，咪一堆嘢俾你揀，邊只嘅？佢好老實嘅。系嗰只啦，你要拆手抽就拆呢、這个，嗱咧，诶、哎，嚟星巴达帮手抽啊，平时我帮你抽，你今次帮我抽，高啊，喂，呢个，但佢会唔会好似足球小将咁，拆都唔系可以自己俾你无限 loop 咧，但系要 D game 再嚟过咧，要 D game 再嚟过嘅，好，系、碎片嚟嘅，系、恭喜晒，你只波揿啦吓，够埋咯，靓波都系碎片，你再揿多下，冇噶啦，再呢下。都是碎片靚波啊！果然你唔怪你唔抽是正常嘅，係咪唔係吉時啊 ？OK， 好啦，呢只 game 唔係咁膚淺，就係玩抽嘢嘅，我覺得。玩嘅，仲有好多，因為我未開，我仲玩緊。嗱，先喺度玩嘅，咁但係我仲未玩到去後邊，即係開佢啲其他鬥技場啦，成 OK。咁但係塔防 game 可以有咩變化呢？我哋真係我要玩落去先知。但係以畫風啊，或者以誠意嚟講咧，我覺得係有嘅，係 OK 嘅，係 OK 嘅。畫風我覺得我自己是十分滿分，我真係俾九分。係，你好。真係個畫風佢真係你邊有可能係內地嘅製品？畫唔係咁，內地有好多人係學外國學師嘅，咁有呢個真嘅。好啊，外國學師，你做數人頭，你喺大陸讀美大出身嘅人多，定係香港讀 art 出身嘅人多啊？前者多。咪咯，嗰個佢一出關公我即貨，出關公。識畫公仔的人啊，大陸多定香港多？OK， 我成日好好奇噶，我成日有一個疑問，究竟宙斯好打定係關公好抽？好得，收到啦，收到。OK， 玉皇大帝，而家玉皇大帝啦。跟住做魔塔守護者啊，係啊，咁你哋可以登嚟玩下，因為琴日出嘅，係啦，咁啊，希望你哋多多支持我朋友嘅作品 ，OK。好，咁啊，一陣翻嚟咧就係足球小將時間，唔好行開，歸位元神，拜拜。拜拜。